化床佛，表为众生作这法也，见法床列宗旨，大行教化，佛度众生。这是名号里面的含义。床是奇者一类的，我们一般讲标志，它的形状呢是圆形的，有一点像现在那个飞机场我们看到的风筒，有一点像这个形状。在中国，在日本，大的寺院里面呢，我们还常常看到。古时候寺庙里面讲经说法，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上课吧，怎么样是通知别人来听呢，来一起学习呢？佛法是师道，中国人对老师非常重视非常尊敬的，所以知闻来学，未闻往教。学是要求学，你要到老师那个地方去求学，没有老师来教的。老师要非常谦虚，决定不敢招你，现在讲招生呢，从前不敢讲招生的，招生太狂妄了。你有什么德行能够教别人？越是有道德的人越谦虚。那怎么办呢？就用翻床，用这个方法来通知大家。今天我们这个道场里面有讲经，教学，我们的旗杆上啊就悬床，人家老远地方看到，这个道场旗杆上挂的是床，圆形的，就知道今天有法师在讲经说法。喜欢听经的人呢自己来了，所以不是招生，通知你，你愿意来就来，不愿意来就不来。用这个方法完全是自动的，谦虚现在这个时代不一样了，现在这个时代已经进入到高科技了，所以高科技呢，那我们这个帆船用不上了，那是很近的距离才行啊，远距离就不能产生效果了。现在我们把讲经的时间频道印成像广告一样，介绍给一切大众，让大家都知道，他要是喜欢听经，喜欢听什么经，在什么时候什么频道，他到时候他自己去打开，跟这个翻床的意思完全相同，所以介绍人听经现在可以不必赠送这些经书这个录像带录音带都不需要了，最好是印卡片，像名片一样大，印卡片，把这个讯息印在里面，我们的亲朋好友认识的人送他，他欢喜听呢，他会拿到这个资讯呢，在什么时间什么频道他都能收知道，
或是在网络上，或是在电视上啊，卫星电视上。这个好啊，这个就是寻翻床的意思啊，介绍人呢听经闻法。那么寻翻呢，多半是做法会啊，通知你有时间，我们来一起共修啊。这个共修法会呀，用翻。讲经说法的用床啊，叫法床啊。教学啊，讲经教学就是为众生做这法言啊，特别是初学，初学这个佛法真是浩如烟海啊，法门这么多，经典这么多，我学哪个法门啊，哪一个法门能适合于我呢？啊，所以法师他自己修行教学有经验的，可以帮助大家选择法门，提供啊修学的参考。啊，这个就是为做法言啊，帮助大家选择法门啊，这个需要智慧啊，尤其传法的法师啊，这个传法就是讲经说法传道啊，啊，一般宗教里面讲的传教士啊。他一定要了解现实社会状况，一般人他平常他想些什么啊，他说些什么，他做些什么，要细心观察了，然后啊你的教学你的说法才会契机啊，你所提出的东西是他们迫切需要的，那大家就欢喜了，愿意来学习了。那么现在社会动乱，大家最迫切需要的是社会安定，是世界和平，是人与人之间能够和睦相处，能够互助互助，这是当前迫切需要。那我们教学的课程要选择这个为中心重点呢。对于个人来讲呢，个人利害得失看得比什么都重。利害得失里头，总不外乎三大类，第一大类呢，求财富，升官发财，第二类呢，求长寿，健康长寿，这都迫切需要的，从这两桩事情，我们提供啊第三个课程，智慧，求智慧，为什么呢？你想求升官发财，你想求健康长寿，都需要智慧，你没有智慧做不到。